青岛崔氏塑料机械有着25年的生产经验，专门生产塑料螺旋碳素波纹管设备。这种设备通常具有高精度的挤出系统，能够将聚乙烯材料均匀加热并挤出，形成连续的管材。这种结构增加了管材的强度和柔韧性，使其能够更好地适应不同的工程需求。设备还配备了先进的控制系统，用于精确调节生产过程中的温度、压力、速度等参数，以确保管材的质量和尺寸稳定。同时包括成型模具、冷却装置、牵引系统等，共同协作完成管材的成型。 PE 螺旋碳素波纹管设备是一套复杂而精密的生产装置，能够有效的制造出优质的 PE 碳素波纹管，广泛应用于市政排水、通信电缆保护等领域。我们公司严格的遵照操作流程，注重细节设计，不断优化工艺参数，没有废品。我们后期会做好设备的维护和人员的培训，保证客户产品质量的稳定和可靠，以最低的成本达到最好的效果，帮助客户赢得市场。 The PE Couple Spiral Corrugated Pipe by 崔氏 Plastic Machinery Made is specially industrial machinery used for manufacturing PE Couple Spiral Corrugated Pipe. This equipment consists of a high precision extrusion system and extruding PE material to form continuous pipe sections with a spiral corrugated structure.